樊皓月、李浩洋掌声有请。谢谢，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，当然掌声在热烈的更好了，谢谢。哎，真不错啊！刚才是一段新节目啊，叫《烟酒分家》，这个演员非常的精彩啊，说的也非常的精彩。一个叫高玉海，一个叫王善云。王善云这个演员啊，是个好演员，有艺德，有艺德。喜欢跟他们交流啊。这个二位呢，下去休息，就成我们小队长、班长。很多朋友对我们可能比较陌生，啊，不太熟悉。不像德云社一些流量明星呐、啊，一些名角儿啊，一些大腕儿啊，都有名气。所以我们呢，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，加深一下印象。啊，我呢就是德一这个相声演员，我的名字叫王皓月。谢谢大家。身旁这位呢，就是我的啊，叫点别的。你的什么？这就是我的一个合作伙伴，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。一说他的名字呀，可好听了，叫李浩洋。啊，你听听。好吧，还沉浸在这名字怎么那么好听的这种感觉当中呢，是吧？李浩洋啊，说相声说的不错。啊，人家从小就学艺。哦，真是这样。小时候7岁就学艺了。你想想，有的7岁小朋友。还不会说话呢，那是哑巴。1岁还不会，不会说相声的话，人李浩洋7岁学艺，9岁净身。这两年呢？这两年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两年。两年之后就给我废了。对，都这么问的，你学废了吗？啊，谁这么笨？9岁净心，哎，踏踏实实的一直在说相声。说的确实不错，还是好的啊！有很多朋友呢，对于他来说呀，都不太认识，那不认识，不太认识啊！因为什么呢？我名气小点，但是呢，名气小啊，归名气小，但是人家说的好，哎，好啊，确实是啊，运气这个俏皮话可以形容你哦，可以说是什么呀？像说的好啊，所以飞机上挂暖壶，这是高水平。对吧？腿肚子上系暖壶，那个水平比脚高。你这脚高。哎，腰上系暖壶，那个你有一定的水平。水平特别高，我也怕胖，是不是？还可以说说你什么呢？现在有点名气啊，接着门缝吹喇叭，名声在外。哎，狗撵鸭子，这是呱呱叫。上鞋不用睡子啊，真好，睡觉没盖屁股。这个你露大脸了，这是现大脸。说您说的好啊，衣服倒满，这个有原因啊。您拿我们来讲呢，我们这些演员啊，家里边没有从事有关这个相声表演的行业。哦，人家李浩洋做过来，家里边有干这个的，干曲艺，我从事曲艺行业的。他父亲什么？李浩洋的父亲，欧阳震华老师，他就是从事这个。我爸爸是个港青，是欧阳震华。欧阳震华不是这个人啊？那肯定不是啊。啊，那我再跟你说一下，李浩洋的爸爸邓布利多呀，在这个魔法学院对当校长。李浩洋的父亲欧阳震华，邓布利的像话？都不对，对呀，都不对。那你自己介绍一下。我父亲也姓李呀。哦，也得姓李。啊，李不李？哪中国人没事起这么一名？不是，那怎么就表达的？李老茄子。哦，李老茄子。别让人瞎说。李老爷，李老爷子，李老爷子可了不起。从事这个曲艺呀，相关的那个。伴奏员，哦，伴奏，弦师，嗯，弦师，是啊，一出门人家说，这老爷子又弹弦了，是吧？又弹弦的，啊，弹弦的，就是他爸爸，弹的那个叫什么呢？三弦，哎，三弦，三弦儿，三弦儿，哎，三弦儿，顾名思义的有几个弦儿啊？几根儿？哦，三根弦儿，哎，每天当当当当就这么弹，有时
到那个河边，到河边也练功去。老爷子今年岁数很大的了，今年大了，今年大得有108几百几的。我今年31，我爸都108，你爷是真吗？不是，你爸爸是几多大岁数了得？我爸今年60了。有60了，哎呦，60可真不错啊！吃完饭应该60。他父亲没吃过总这个数字，60岁，按照中国的这个老传统来说呢，叫花甲之年了。到什么年了？花甲之年了。你爸爸到了甲寅之年了？不是，你不是60了吗？60岁一甲子，一甲子，60岁，每天早上起去河边弹弦儿去。现在练功啊，对，值得我们年轻演员学习。那天就是早起去河边，哎，当这弹弦儿，过了一个保安，啊，看见他爸爸了，哎，回去，你再听听他爸爸，当，把弦儿给他
上上吗？这不是三根弦掉下来，这么一沉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多好听！啊，这是好听了。哎，感觉不一样。啊，那个什么，你看我呀，你这都能弹出来，都能弹出来。哥，高兴，实在是太兴奋了。啊，老两口子商量好了，别老在家里表演了，你得见观众啊，对不对？出门的眼睛呀、啊。哎，商量好去哪儿了呢？那个河北有一个叫啪县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知道吧？啊。这个啪县的那个地儿啊，上那儿给人演去。哦，哎，老两口收拾好行囊，把这个弦儿也带上了。他母亲呢会唱那个北京大鼓书，把这鼓也拿上了。到那河北啪县了，找这大裤衩，为人找大裤衩的，他好聚观众啊，对不对？他父亲在这儿，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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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母亲在中间敲鼓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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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敲着敲着弹着弹着，出了一个太太。哦，包括那个胡同里边出了一个，一听就是河北这个雅县的老太太，说话就特别气，说话特别气，哇，哟，哎呦喂，这干嘛呢？这是，嘿，这老太太人比我父母挣多。吃什么了这是啊？你看看聊会儿天，这是河北口音，这是北京口音啊。后来改嫁那边去了啊，还得改嫁。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干嘛呢？这是。这会儿他妈说话了，爷老太太，我们是唱北京大鼓书的呀。什么年代？北京大鼓书？老家伙比我还欠，知道吗？唱这玩意儿多少钱？我们这个北京大鼓书啊，唱一百天，就是一个白天呀、啊，一百块钱。一百天才一百。一个白天在一晚上，十块钱。怎么一天一宿都便宜了？哎呦，这是你父母聪明之处啊！这是你聪明的，聪明的地方，是不是？白天唱完了，晚上还得找这个旅店住宿，还得花钱呀、啊。一白天加一晚上，老太太让他找这个地儿住了，哦，对不对？一白天加一晚上，十块钱。呵，老太太一听开心啊，这是一个新鲜的物种啊！什么叫物种？哎，那个曲种啊，这行啊，来上我们家唱去吧。老太太还不是外人，是这村里的妇女主任。哎，让七里铺八里这街坊四邻全上咱们家狗院了，举到院里边。哎，好贵，开始吧。我们在台上站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我们就预备，预备 ，Ready Go！ 开始唱啊！我这边弹弦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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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母亲那敲鼓，咣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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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咣，准备了五分钟，准备就开始唱，唱出了头一句好听，是这么来的，这种感觉啊！我给学学，他母亲是这么唱。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这好听吗？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你猜怎么着？老太太一听特别兴奋。朋友们，你猜怎么着？这二位说书的给书听啊，头一句就告诉大家了。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这是《西游记》。这你都明白，真不错，没填板儿，接着往下，快一百亿 ，Go！ 这会儿你父亲又给圆了一句：“猪八戒大战孙悟空。”哥，接回去了，您听见没？多好啊！您猜怎么着？这猪还手了。不傻，对，对不对？真不错，这是《西游记》，真爱听。哎，继续唱。孙悟空大战猪八戒。
朋友们听太简单了。先咱们呀，耳朵背上了，您知道吗？怕咱们听不真正，又唱一遍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继续。猪八戒打盖世悟空，嘿，你看这猪，打第二回合了，真不错，继续。开始，《西游记》就爱听这个，哎，哎呦，真是一点都没有闲玩，哎呦，呵，这个哎呦，真不错，哎呦，这个哎呀，哎呀，真不错呀，简直是，老太太贫着，你知道吗？你母亲又开始了，来吧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你吧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。看你唱的多兴奋，是不是？您还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就这两句，就这两句，啊，由打晚上八点半唱到夜里十二点，哎呦，街坊邻居全走了，那是得老太太都听崩溃，太太要犯病，烦死了，好家伙，下来吧。累了，知道吗？累了，先下来吧。对，这会儿你妈说话了，哎，老太太，我们不累，你们是不累，那猪跟猴累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一猪一猴就来唱《西游记》呀，这是俩长虫，不得唱白蛇传？这是。那能看出来？下来吧，下来吧。把那父母就给请下来了。嗯。哎，你母亲又开始问话了。我说老太太，你在这里有吃的没有？有喝的没有啊？老太太怎么着？就唱成这样，还要吃的喝的，嘿，臭不要脸！也是老太太，我心好，你知道吗？哦、早已经准备好了，蒸的那个饽饽，就是饽饽主食啊。那主食就是饽饽呀，就是那类似于面饼，啊，硬面大饽饽啊。但是呢，有点年头了，有些年了，真是啊，有些年了，有些年了，不是今年蒸的。什么时候？是那个什么呢？是我老爷们死那年。啊，那守寡那年。对，我守寡四十年了。哦。啊、嗯，这已经四十多年了。乐意吃吃，不乐意吃滚蛋，知道吧？哎，吃那个。这两年都捞了多少钱了，对不对？你爸妈一听，那也吃啊，也比吃石头强吧？好，对不对？咔咔往下掰，咔咔往下掰，往嘴里闯，叭叭叭叭叭都吃了。哦。哎，有没有喝的呀？有喝的，有啊。你看这缸里边有个凉水，拿那个瓢啊，就那个水瓢，水瓢，哎，买两瓢凉水。这吃饱喝足，吃饱喝足了。老太太也是心地善良，哎，也准备好住的地儿了。新铺的被窝，下边新烧的火炕。哦，你父母往那炕上这么一躺，棉被这么一披，你猜怎么着？你猜怎么着？不到五分钟，嗯，父母那肚子里边都起了化学的作用，还有化学作用，就听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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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想啊，从晚上八点半唱到十二点，大硬锅凉水，热炕一腾，那肚子里受得了吗？没过十分钟就听见这屋里，咦？
顺着那屁股味儿啊，就往出走。您看怎么着？啊，就在你妈妈这屋吗？那是。哎，你撩帘一看，你父母那个被窝，不是。老太太拿着擀面杖过来了，拿着擀面杖，哎呦，这什么呢？这是，哎呦，不是瓦斯，不是，哎呦，这就是屁，就是屁，走，捅开，我到。老太太蹦出两米开，杵着擀面杖又回来了，我说擀面杖，哎呦，这干嘛呢？这是，哎呦，太孙了，这是放屁，诅咒我，讨厌，撩起被窝，抡圆了给你爸爸一嘴巴，孙子，起来给我唱。你爸爸说：“老太太，我们唱的不是，不好听吗？是不好听，再不好听，你给放屁响响。”